给你们看看薇薇的嘴有多硬。薇薇要吃吗？火腿肠。有有有。说话，薇薇说，妈妈说，妈妈我要吃火腿肠。嗯，不行，这个态度太凶了，不行，你温柔点。你说，妈妈可以给我吃火腿肠吗？哎，哪个小哥哥要吃的这么歪的哦？啊？你说好不好嘛？求求你啦！你是不是不懂什么叫撒娇，薇薇？啊？妮妮来一个，妮妮，你，我队长。那、啊、你看这才撒娇，你看没？说到没有？说回没有乖乖来再来的啊！你说，妈妈，我想吃火腿肠。